有考虑换头贴吗？不过我觉得头贴很可爱，不要，先不要。会弹吉他吗？之前有弹过一阵子，但现在好像有点忘记了，没有很厉害。最喜欢 Gap 的衣服，都喜欢了。嗨，张颖，我看到张颖上线了。你知道耳机的台语是什么？耳机的台语是什么？用耳孔听的东西。最喜欢的短剧哦，我大学的时候看过一个老师放的一部外国的短片，很好看，可是我不知道哪不拿得到资源。对，那时候老师放的，它叫做《战斗青春》，然后是一个国外得奖的片，然后他用很多环境的声音去描述这部电影，就是他讲一个大学生还是高中生，我忘记了，反正就是他们青春的一些，他青春期，然后他觉得很焦虑，然后听到了很多噪音，然后他因为这些噪音，所以他觉得让他看起来很像有点生病，有点神经质这样，就是他有时候就会发作，他那个躁动就会发作这样，对，然后看完之后。对我自己，我觉得有蛮多感触。